潼关剧本一族自定义战法说完了黄金公式，再来说几个小技巧，保证你能用得到，要点赞收藏哦。第一个，自定义战法时摆放顺序会影响生效目标，比如要净化智力最高，净化的目标里并没有这一项， Z 时你就可以先放入智力去引出我方智力最高，再放入净化就会随出上次战法效果的目标，就把净化锁定到我方的智力输出位上了。第二个，净化是最有价值的稀有战法，有点难刷哟。没刷到净化前，稀有位可以先用一些控制，比如技穷、虚弱、缴械，输出位是伤害频率高的。还可以用彗星和奇谋，比如彗星适合反击队，奇谋适合 SP 郭嘉的阵容。第三个，因为潼关冻土区域不能卡城，想吃酒吧就尽量出一堆低统御的阵容，利用初级天赋里的清洗就可以自带酒吧效果。你还发现了哪些好玩有用的技巧？欢迎私聊投稿，我们下期见。